Winter 这锅盖头啥时候能换掉呀？浅发色才是妈妈的好女儿。齐刘海会把视线聚集到中下庭。Winter 的人中偏长，颌面微凸，一整个放大缺点，怎么喽？她优越的眉眼才是五官的亮点，秀气刘海，露出可爱的狗狗眼，饱满的额头和立体的眉心三角区，我狠狠爱住。Winter 的眼型偏圆，眼尾走势向下，充满无辜感，就是这双狗狗眼让我无痛当妈。家人们想要画出狗狗眼，总共分几步？第一步，选择深色美瞳。第二步，在下眼睑眼尾后三分之一处扫上深色眼影。第三步，提亮彩。咱们大功告成 ，yes。这期讲过，刘姐适合深发色，但 Winter 就适合浅发色。家人们来测自己适合什么发色 ？Winter 的轮廓线条流畅，太阳穴饱满，颧骨在整张脸的存在感弱，面部线条也多是圆钝的，整体的幼态感强。而面部折角明显的，一般都是走成熟风情大美女路线的，更适合深发色，提升气场。另外，肤白也适合用浅发色衬托你的貌美。黄黑皮的家人们，咱们就是大漏特漏了，去这期选你的发色吧。更多选发色干货就在这张图。家人们请截图查收。